觉得女人要让自己变得更美丽有很多方法，要找对自己的方式。今天女孩的妆容主要是呈现一种青春活泼的春天的感觉，我很喜欢粉红色，那今天从头到脚都是粉红色的打扮，让我整个人今天心情都非常好。今天女人的妆容是呈现是金色的打扮，主要是比较高贵优雅一点，那就很像自己平常去走红地毯的感觉。大家喜欢我今天女孩与女人的妆容吗？喜欢的话，欢迎大家来参加 MyCover 活动，